过去这两年国内重大节庆活动都能够圆满的举办，我们第一线执法的单位也屡屡在侦办的案件弃捕管制上有重大的斩获。今天之后，有毕业生也即将承接我们学长姐的优良的传统，前往各个岗位上面去服务，一起为国家社会来奉献心力。要维持优良的传统，我们就必须重视警消同仁的训练和保障。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警消同仁平时接受完善的训练，执行勤务的时候能够得到充足的支持，政府会当各位最大的后盾。首先，我要提醒各位，永远要记得毕业这一天的心情。我要请各位记得现在的热情，然后以各位所受的精神的训练来克服，来面对挑战。第二，我提醒各位要持续进修，维持各位的专业技能。第三，我期许各位要以身作则，凝聚团队的向心力。未来我希望各位在工作岗位上能够用热情、专业跟团队的合作来解决问题，当一个称职的人民保姆，造福台湾社会。再一次的恭喜所有的毕业生，祝福大家鹏程万里，大展身手，谢谢。